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。彰化县第一届健康优质设施小果番茄冰港冰柜冰信降定了后，最后是由一位姓牛的农民得到冠军。馆长民工嘛来到现场颁奖，嘛向大家推荐这个小果番茄是非常好的农产品，好有大家买当多多来食用。彰化县第一届健康优质设施小果番茄冰港的结果出炉啊！冠军是由一位姓牛的农民得到。为了要提升我们彰化县的小果番茄的能见度跟那个品质，而且提供给消费者安全的蔬果，所以我们举办第一届的那个小果番茄评鉴比赛。这次比赛冠军哦，它主要是它的甜度可以达到14到15度，然后它皮很薄，然后汁又多。彰化县长魏明讲，嘛来到现场颁发冠军的奖状，给得奖的农民。伊表示，小果番茄有真丰富的茄红素，对人的身体是非常的好，尤其是对男性朋友是更加有帮助。吃这个水果，对每一个人的心脏血管有帮助的，尤其是它里面有茄红素，对我们男性哈、来吃这个茄红素的小番茄，一定不会有射物腺肿大的哈、所以在这里哈、希望我们乡亲能够来多多吃这个小果的番茄，来预防心脏病、心血管疾病以及男人的射物腺肿大。活动不但是颁发奖项给小果番茄得奖的农民，现场嘛举办庆祝农民节的活动，表扬家境出身的农民，感谢因为大家种出安全又够优质的农产品。新彰化新闻蔡中清秀水采访报道。